奶嘴啦。这样。哎。他找不到奶嘴。哈哈。找不到奶嘴。好可爱、喔，然后咬一咬要睡觉，你看他那个眼神，然后就求可以了，那个眼神，可爱，没力，对不对？没力的，啊，对，很像杰西卡小时候，对不对？很像杰西卡，所以回来说啊，打醒了，皮啊，皮啊，皮啊，阿嬷都要监控皮啊形象，鼻子像怀怀，你好厉害，这样子看得出像怀怀，又不见了，奶嘴又不见了，我跟他们讲一下，有，现在哎、欸、又跑，有了，有吃到了，求生的本能呢？要睡觉了，啊，要困了，嗯，他睡着了。要咪咪了，有啊，有眼睛睁开一下。有，是的，谢谢。没有，这个就好了。是什么？不是刚吃饱啊。臭味臭味哦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可爱。哎、欸，那个眼睛以后会大哦，嗯、他那个很大哈、哦。对啊，眼睛以后会大哦。啊，高级。怀怀，我怀怀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鼻子像你，我最开心，那是有福气的鼻子。哎、欸，笑了。哎呦！他在看这个。他为什么一直看上面？看这个星星，这个。要看这个星星吗？欸、他没有吃到东西。看这个东西。他肚子饿了。去喂他。要去抓去喂他。够了，够了。就是要帮他换。他会检查尿布、哦，有没有需要换？如果有的话，他会帮忙换；没有，就是要吃。刚刚才赶下来，已经换过一次。那现在帮他肚脐做消毒。哦、嗯。肚脐还没有完全脱落。对，第一次入境哟。可爱。你才去喂他。好。恭喜恭喜恭喜！好可爱。再见。谢谢，很像。好，来到了，我来到。他刚喂完奶再吃饭，他等下再出来。哦，他还现在才吃饭。宝宝吃完他才吃饭。那为什么要用罩子？啊？你贵啊，贵。